我仍未逃脱自己的厄运。机械赤潮，他们回来了。安伯利亚是守离人所背负的罪。机械赤潮的源头位置已经标记出来了，不在此，剩下的就交给你和首席了。就一定要阻止我们吗？我赞同。我不会希望你去理解或者原谅什么，我要做的也只有不断前行。安伯利亚，对不起。原守灵人罗塞塔将成为你的助力，我将成为进攻的矛尖。快撤吧，一队全杀。现在这副姿态是为了守护而存在。我们终将踏破一切障碍。这是在邀请我吗？邀请我砍了你。哎，你爱戳就戳吧。我在想，或许能从你身上分得些什么，比如说得以前行的力量。